错。第二个是，你就根本就没有看，你说我不知道哪里错，是哪一个？啊，你说错就错。你看过了，所以你自己看过了。对。我再把问题写一遍啊。好，有一些是题目的中文看不懂。题目是哪里错？看不懂。有一些。他没看你问呐、啊，看不懂你提问呢、啊。啊，像不上课。上课可以提问吗？对啊，所以啊，你其他时间也可以提问啊，你看到错误就可以提问呐、啊。你什么时候看到错误，什么时候可以提问呐、啊？对啊，现在不是网络时代吗，同学？然后这个物体呢，放在顶的位置。好可爱啊！它有个重力多少 ？W G， 对不对？嗯。因为它质量是 W， 重力加速是 G。它放在这边之后呢，理论上是这个角度本来是很小的。我们开始往上提，提到theta角之后呢，我们突然发现这东西开始滑动。滑动，请问是有加速度滑动还是没有加速度滑动？没有。有。有加速没有？没加速，有声音回答我。那不考虑摩擦力吗？不考虑摩擦力，那个摩擦力。哪里考虑摩擦力啊？不考虑摩擦力。考虑。有考虑。有加速度。有加速度。可以有。有加速度，三票。哎，圈圈。圈圈，那你右左边呢？你都是龙轩的。龙轩没看到他，他是右边吗？龙轩来学校吗？没有。还没有来。还没看到他。啊，没关系。那有没有加速度？有啊，有加速度，应该有加速度哈。好，所以它呢用加速度方式滑动，滑动了 L 的距离，它用的是 T 的时间。所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的最大静摩擦系数 μ s， 一个是动摩擦系数 μ k， 这两个得多少？啊，不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 ？μ s 是 μ s 是最大静摩擦。S 是 stop， S 是 static， K K 是 kinetic， 嗯 ，K 是 kinetic， 在物理上哈，你可以看很多 K 哈 ，K 代表动能啊 ，kinetic energy 就是动能。不是简单一点的啊，它不是叫 move 吗 ？move 不太一样哈 ，K 一个 K 一 P 就 K 是持续 ，K 一 P。S 跟 S T 啊，这为什么用 kinetic 我不知道，它是 kinetic。刚刚一个就是一个时间，对吧 ？OK， 好。μ S 代表静止，μ K 代表移动哈，所以这是最大静摩擦，就是动摩擦系数。好，怎么办？这个题目怎么办？睡觉。来，子龙。第一个题目是上次冠云解过了嘛哈？那这部分应该是问题比较小，对不对？那我们请子龙再重新把这部分先写一下。这个问题。可是轩轩没有来。啊，没有来，怎么办？如果摄影啊，他等下可以回去看摄影机啊。那你们没有打结。我要偷爆料，我要说一下，我说一说，你可以问陈玉啊，他都回到地方。我没有说他到底哪里，你可以问陈玉啊。没有，陈玉你有说陈玉都回陈玉。要不要成立上海讲一下？你在嘲讽我。然后我就成立，这怎么算这个嘛？他这样说，你都乱改编。好，你说什么？明明就说我都不会啊。要不要讲？我讲不到。好，快点，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了。陆影中哎，奇怪。陆影中也老啊。还是去日本好了。什么？我画错了吗？我画面怎么了？我是看到躺下面一点的，我看成啥了？就是穿第二层的。这衣服都穿第一层的。这个我好可以。没事，我的闹钟。忘记这个吗？这个它是 W 字，因为它是网站使用，就是它应该写，好，没问题。因为我们就是它的分。
像字形。对，像字三角形。像字这样条形，你懂吗？没关系，让他们这里面的小字错了，这里面错。
觉得画的不好看？能力太高了，我觉得不下去。可是你画的更高。哦，对。手不是可以伸到黑板最上面吗？所以他不把画再高，你再画。你身上其实真的很棒。哦哟。我在赞美。对不对？
对啊，昨天卷了。对啊。对吧？所以你刚刚讲错了。斜边呢？我他刚讲的是那个对边，然后你说对，然后我刚刚说是这样，然后你说不是。他刚刚讲的是对。所以他现在问你问题，我知道啊，还在看啊。你看，怎么画下一张图？你可以直接画下一张图。没有下一张图。就是你不用画下一张图吗？你刚刚说这三张图不行了。就这个图，那你画不行，我请过来。我确实。哦。Yeah.
力。它是移动就变成摩擦力，但其实都是摩擦力，它只是名字换了。哦哦。不要只想说这就是公司就对了，那在公司什么意思？不要只想说这就是公司，好像我只要知道公司就解决一切，不是？不要这样想哦，不要这样想。这个不算吗？他虽然他是个公司啊，但是你那说话的方式感觉上就是我只要找到公司套进去就对了。你要理解公司，去套公司，好不好？去理解他到底做什么。谢谢。没有。哈？哪里？对吧？对啊，我把它吃了。对啊，为什么？啊，这一串是对。哦。这个不是 F D 吗？对。这里。F K 它只是换名字嘛，所以它其实跟 F N 一样，只是这变成 K 了。对。这一项力乘上摩擦系数就是摩擦力啊，那个摩擦力看你是静摩擦，最大静摩擦力还是动摩擦力，就换什么系数就好。你的系数如果是最大静摩擦系数，它就是最大静摩擦力；如果是动摩擦系数，就是动摩擦力。好，到这里，但是我不知道 U K 吗？嗯。这样不要。就是动摩擦力。不是这个。哎，不是这个，动摩擦力就是动摩擦力，动摩擦力可以。但这个我不知道你可能是麻烦只是我们先算算那个我们先求一下它的加速度那时候题目不是说它掉下去就它的距离是 L 嘛然后到底的时间是 T 所以画一个 VT 图干扰课堂。啊，对不起。那已经开不到老师。
不用根号，干嘛根号？根号根号你都说的是 A 耶。他那 A 求数啊，但是哦，所以我知道我问你在哪里。不用吧，平方去掉。不用吧，不用不用吧，平方去掉。你把平方去掉的来。那个 M 可以留着吗？ M 你可以改成 W 吗？啊？因为我们在这边是用的是 W， 是用 M。对。嗯。哎，那就改。所以我们在 A 把它放回去，之后 M 是质量，但是这里质量是那块，它的质量是 W。啊。所以这 W 乘以。W G。T 好，我可能瞎了。
越写越美观。是什么 ？T 有两个。T 不漂亮。他一个。我说。他 T 有两个敏感。对，两个敏感。啊。刚才。不要去对那个字，是像那个龙君，哎不，子龙写的那个 T 哈，很多人这样写的，在国外很多人这样写的，写的像家。我说两个敏感。是他刚写两个敏感。没有。他是为了要正风，把它写成正负了。对，正负没错。那个是黑板。黑板上面有个点啊。正负。哦，我靠！三分太猛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好，谢谢子龙。那个子龙讲的太好了，帮子龙加一大点哦。本来说加两点就好，现在加一大点。
他在讲写的时候你们在讲，他写的时候你有讲是等于 T， 我都知道子龙都讲到，有，所以讲到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说那就是 T， 不要到时候说你为什么写加，明明讲 T 写加很怪，那他写的习惯问题，在每个地方写的习惯不一样，所以你到以后有一天你到世界 各国去游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不同的写法，那就是要去适应人家，赵东就很理解，好，所以呢，一个是你们没有还没有交作业，还在交给我哈。这一篇已经把上次的金国他力接在一起，就上次金国他力如果没有写的话，这一篇一定要写。你写的方式，你如果真的照抄，我没有意见。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会出一个学习单，你可以把学习单写一遍。那学习单写一遍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档案。另存新档之后，直接上面填答案就好。那我可以看得懂，或者是建立副本对，或者是你把它抄下来写一遍。之所以写一遍的原因是，我希望你要习惯写计算式、写计算过程，不要就写答案，好不好？不要就写答案啊。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了，继续。主题在哪里呢？等。好，我们今天在运动学的后面啊，在力的边啊，有两个蛮重要 的重点啊，一个是摩擦力部分应该没问题了吧？摩擦力没问题。子龙都讲完了，那还有那个摩擦力没问题。微积分的课本啊，后面列出基本公式哦，基本公式几个？微积分的部分公式，基本公式至少有两三百个。Yes。偏微分呢？基本公式可能就超过400个。那记不完啊，你光是记公式怎么记得完？你看烫人公式不会啊，我跟你讲。所以那时候我去国外，我上那个老师的课，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厉害。他基本上上课，他只有最基本公式，最基本公式就只有两个、三个。还有那两个、三个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哇塞。那你能解决用两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去解的方的公式，或者我们讲说，那基本上你已经变常识去解决说问题，那就是你要去思考每个问题它出现的机会或出现的状态。比如说 ，v 等于 delta s， 对吧 ？s 除以 delta t， 这算公式吗？这算不算公式？这什么意思呢？速度等于位移。位移的变化量除上时间变化量嘛，这算不算公式？白话文就是它每走一段时间，有每一段时间走一段距离嘛，对不对？每一个时间它移动的距离，所以这基本上就不是公式了吧？这已经是理解了啊。我们来讲说摩擦力哈，假设最大静摩擦力等于 μ s n， 好，这是公式。你说啊，这是公式，但是你靠理解的方式是。这是力嘛，这是正向力，所以我们拿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你上面所压的力量会影响它的摩擦力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成正比的，它有正比关系啊，对不对？有正比关系，所以既然有正比关系，那还有没有别的参数？没有了。那既然它有正比关系，我们让它乘上得到一个等号，所以我们的 Fs 要让它得到一个等号，从正比关系要变成等号。也就是加上一个系数就可以了。OK， 这系数怎么来？做实验啊，都没有什么，怎么不知道？就做实验，就拿一个东西，把那板子放着，把东西放上去，给它抬起来，抬到某个角度，滑动了，那个角度就可以到了 μs 啊，不是吗？这实验够简单吧？到，我想知道说，我这个东西跟上面的摩擦力有多少？我就拿一个棍子啊，我说那要多准才可以啊？不用啊，拉着绳子。我就移动，然后它开始滑动，这个角度去量一下，我就知道命位是啊，对不对？这样会很困难，并不会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做这个
摩擦力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你遇到的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是万有力。万有力跟谁有关？我牛顿。好，牛顿提出这个概念，万有力。F， 啊，这个力呢，到底跟谁有关？跟哪些参数有关？跟质量。跟质量有关，跟谁的质量有关？两者质量都有关，对不对？所以假设我们这边有两个物体，需要找到更好的。苹果和地球。我现在有东西。M1， 下面有分离的。下面有分离。啊，等下下课的话，我帮我拿一点好不好？好，这小 M 跟大 M 好了，我马上用小 M 跟大 M。好，好，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吸引力。好了，这吸引力跟谁有关？距离，距离平方，跟距离有关哈，跟它越远距离有关，引力越小。好，所以它跟距离有关，距离越远引力越小。跟它跟谁有关？跟质量有关。跟它的质量有关，跟它质量有关，都有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质量是正比还是反比关系？正比，正比关系，对不对？正比大 M 也正比小 m， 那跟距离反比吗？是这样吗？可能它的二次方，下面我们要平方，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平方？因为它是朝四面八方。对，它的影响力朝四面八方的啊，所以它不单单只朝这边影响，它是朝四面八方的影响。当我们说朝四面八方影响的时候，如果说假设这边画，会被分掉。画个平面来讲的话，它这个点上最大影响。你过一个距离，两倍距离。哦。透视图这边画。你看它的，假设这边跟这边是成两倍关系。这个面积什么关系？四倍关系。就是二十，就是平方。就是平方关系哈，就是 r。这个 r 平方。就是。那要是我不问，就不知道。对，有没有？太棒了！他很厉害。这是他的距离的平方关系哈。关系是什么？这是关系。没事，我看错而已。好，所以它是距离平方关系，所以我们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好，我们接下去。刚好去楼下找几根粉笔。白的。对，白的。哎，哥。谢谢哎。你的斧头还有钱吗？什么？斧头啊？应该有吧，没有再重新要了。啊，你有买？